我的天哪，你在路边捡到过这种奇怪的魔法瓶吗？据说打开后能找到一瓶金药水，滴上它就可以返老还童，瞬间变年轻。但要是一不小心找到了黑药水，只要一滴就能让人瞬间变老，太可怕了。什么？魔法瓶里竟然能出现魔法药水？不小心竟然能返老还童？那是要是抽中了黑魔法瓶，如果一不小心点到身上，就会还童返老，减少十年后的自己了。如果要是拥有了返老还童药水，那岂不是就能永葆年轻了？但是我魔法瓶抽起来好贵啊！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居然要199块大瓶呢！屏幕上的小伙伴们都给咱们点赞赞了，那就买回来试试吧，马上下单。宝子，魔法瓶给你们买来了，它一共有4种颜色，所以咱们把4个瓶子都买回来了。我超喜欢这个蓝颜色，让我先来拆它吧。也不知道这里头有没有啊，咱们赶紧撕开吧。直接拆开，哇，那好多东西啊！只看那几个小袋子，也没见到什么魔法药水啊。该不会这药水需要我自己制作吧？来把里面的液体给加进去，再把这袋海螺水给搞里头，最后加上3包魔法粉末，倒进去，一太棒，天女散花呀！最后一包，里面全部都是小珠子，赶紧记住我的魔法棒，疯狂搅拌喽！豹子们，这款泥液虽然颜值还不错，但是这个质感摸起来也太奇怪了吧，滑溜溜的，好像一块 QQ 弹弹的麻薯啊！不过这玩意儿都已经被我整出来了，怎么也没看见魔法药水呢？咱们再来看看这包独角兽里有没有，把这包里的东西给倒进去，香香的，还挺好闻哎！再来点 water 淋上去，最后再把这3包给倒里头，我吃到！哇，这也太傻了吧！感觉马上就要闪瞎我的眼睛了，也不知道这白色粉末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，这搅拌了半天只是一块面团而已，这我也没看见魔法药水的影子啊！算了，咱们还是来看看这个紫色瓶子里有没有吧。拆之前，咱们先来晃一晃。感觉这一瓶还挺沉的哎，你扶它来看看。魔法瓶，魔法瓶，快赐小鹿我好运吧！哇，这怎么是？这瓶该不会是还童返老的药水吧？我怎么抽到一瓶会让自己变老的药水呢？今天我的手气也太背了吧！那不算对，我抽到了变老药水，那千万不能把它给打开，不然我们两个都会变老的。哎，让我来看一下我的粉瓶的精灵有没有返老还童药水。先来拆我最喜欢的小粉瓶吧，打开，打开，让我来找一下有没有魔法瓶。没有魔法瓶，算了，这份牛啊，留着下次再 DIY 吧。赶紧来看看小精瓶里有没有，好像视频同款，就是金色的呢。说不定这个小精瓶里就有返老还童药水。打开，小伙伴们，真的有哎！我真的找到了返老还童药水啊！上面还有一颗好大的钻石呢，这个瓶子一看就价值不菲啊！打开来闻一下，哇，这味道也太香了吧！你好幸运啊，竟然被你抽到了！谁给我打电话？哦，那我马上来，给我2分钟。我的信条开机了，趁这一会儿，赶紧来试一下这返老还童药水。听说只要一滴就能返老还童啊！让我来滴滴试试。哎呀，一不小心感觉激动了，让我来看看我变成什么样子啦！这两个瓶子看起来好精致呀、啊！还是黑色的好闻。让我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哇，好香啊！一不小心进了我手上去了，怎么感觉脸上痒痒的呀？好痒！我这个脸到底是咋回事呀、啊？我怎么变得这么老了呀？我这头发怎么白了呀？我脑袋上还长出了皱纹，这一下子就老了40多岁啊！小伙伴们，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、啊？怎么滴了它之后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要怎么才能变回去啊？哇塞！石膏啊，还有好多颜料呢，这不是我最喜欢的史迪仔吗？还有骷髅米呢，我最喜欢的海绵宝宝。难道咱们今天又要来画石膏了？没错，今天要来挑战图全网最小石膏，你们每人可以选择一个最喜欢的系列，每个系列里面有6只，涂得最好看的人可以获得5000元现金奖励哦。颜料都给你们准备好了，赶紧开始吧。那我肯定要选自己最喜欢的海绵宝宝呀。那我就选这个骷髅米吧，上次涂的就是史迪仔，这一次我还要来涂史迪仔。这么迷你的海绵宝宝，我一口气就能涂完。虽然史迪仔非常的小，但我得画的比上次还精细。我要画一条5彩斑斓的骷髅米。废话不说，冲吧！先来调个粉嫩的颜色吧，把颜色挤出来。我调调调调调，轻轻平涂在海绵宝宝的脸上，嘟嘟嘟嘟嘟。小伙伴们，涂石膏的过程真的太解压了。涂完粉粉的底色，再来一层深红色，画上小眼睛，点缀一点金黄色，再将一块海绵宝宝就完成哦。第二块，我决定再来一个我最爱的黄色系，我涂涂涂涂涂。
给他画上大牙棒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像海绵宝宝本人呢？三块，这坏坏的表情太适合来个蓝色了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蓝色的海绵宝宝呢，小伙伴们期待一下吧。剩下三块，咱们就安静的沉浸式图吧。宝子们，记得给小鹿我点点赞赞呀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妈呀，我们好几个小时总算全部完成了，成品真的是太美太好看了。你画的也太好看了吧！现在让我来画我的史迪仔啊！周六史迪仔每个都长一样，随便选一个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咱们给第一个史迪仔来一个。涂上渐变的蓝色，就是一个淡淡的雾霾蓝，和浅浅的绿色搭配，是不是很好看呢？小地板下面也要涂上哦。嘴巴涂成金黄色。第二个渐变史迪仔就完成喽，颜色是不是也很梦幻呢？接下来咱们快速的把剩下的四个史迪仔全部给画完，小伙伴们可以把喜欢的颜色扣在弹幕上哦。小鹿和怪怪涂的石膏都太仙气了，我要来个和他们不一样的暗黑风格。小伙伴们，一组酷酷的骷髅迷马上就要诞生了，来见识一下小鱼我的画工吧。